那这是飞多久？哇！你这边是要不要？不是你的，我抱回来了。盖下去要不要？那边是，可是学校怎么办？我刚好刚，地板。 那边要还钱吗？需要还钱吗？不需要。是 company 不用还，还是那边是不用还？那边 education 对啊。你也没有哦，我是大老板的认证，现在。你是大老板的认证，这真奇怪。他们叫的是这种证啊。哦，有证的。怎么样？一样证啊。哦。啊，这样都可以 apply。 我给他说明的，那是这来自这机关之后，不给我发货。那种，我把以后的那个授权给他，等选择的时候呢，授权。谢谢。谢谢。
Thank you.
Not even there.